你是要带我去吃啥？凤麟绿洲吗？这有家串串，经常吃，还有家龙虾。冬天嘛，才想吃的。关键我这人不爱吃串串，你知道吗？这家串串味道可以，价格实惠。自己价格实惠是关键，是吧？在哪儿嘞？赵鹏，赵先生的串屋。走走走走走，这边上，这边上啊！这边上。我这点这么高，二楼。啊，那你给咱弄。 这地方，啊，那你就给咱弄。自打做了，不等待这个节目，我任何的朋友，只要请我吃饭，我都不放过拍片的机会。上次吃那个老赵烤肉就是一样，我那同学都不敢吃了，老饕还好，中国第一代快手主播啊。今天放学又来请我吃个串串，他推荐的，反正好不好吃呢，我也不知道。你要上来，我都饿。 就吃上次吃过那个秘制的吧，秘制麻辣锅，还有秘制青椒锅，对对对，好，秦医生的，嗯，好，拿串，这边泡椒牛肉是吧？这是，对，啊，拿一点，素一点的菜，吃了，好吧，啊，这重口味，我也特别好，萝卜顺起，啊，萝卜，牛蛙。 牛蛙，黄辣丁，黄辣丁，黄辣丁要拿一个。哦，过来了，过来，哎，小心小心，这锅人够大的。对，看一下，羊牛，好，这个牛是吧？对，啊，这个锅特美，这种这锅还没见呢，全是青辣椒，你看这个，尝一下。 这里边应该放了挺多的藤椒的，就是绿色那花椒，比较特别，特别过瘾，特别过瘾。咱要不开吃吧？我看这一桌子美食忍不住了，先吃牛肉，先从硬的开始。哇，你看这个牛肉，这个，看这雪花，看见没？这牛太棒了，感觉。先吃个牛肉，大个底。还下啥？先尝肉，先尝肉是吧？讲究，讲究，讲究。 来，加上一片，加上藤椒的啊，藤椒的，哇，看着不错，看这肉多美。不蘸酱，我觉得不蘸这个完全可以，这个藤椒的味儿特别重，蛮好吃的。牛肉，嗯，我都捞了，对，不能不捞了。再尝个这个，对，都给我，都给我。 它牛肉还是脂肪还蛮多的，对吧？吃起来很香，不柴不柴。嗯，这两个锅底还是这个青椒这个锅太棒了，我现在有点后悔，不应该要这个，全部就要藤椒的锅。我尝一下它的秘制料，太棒了！咱俩来个那个啥吧，麻辣牛肉，这个叫下麻辣锅，下麻辣，对吧？都下了啊，都下那边来了。 香菜，香菜香的很贵，你忘了。这青椒锅底无敌了，麻辣牛肉，这才就吃了。干碟，干碟，好了好了，好了吧？我觉得不用蘸，你给你弄，不要管我。你给你弄，你就老照顾我，啊，这是公共碟子。这不是我一个人的，我以为这是我的碟子。嗯，太好吃了。嗯，吃个这个再喝口油，那很棒。 嗯，哇，这个藤椒正好，藤椒。他们家还有这黄辣丁啊，我觉得特别好。哎，这个东西是黄辣丁。火锅吃秋葵第一次吃，火锅吃秋葵啊，第一次。对，我也是。秋葵少下点吧，往那边下。青椒去了。少了吗？秋葵里边那浆糊一样那种。 粘的反正汁液，但听说男孩好像吃这个东西好，秋葵非常难出味，吃的那么多荤的，来点素的挺好。嗯，这些东西解腻。这种季节呢，就适合跟家人跟朋友吃火锅，给人感觉就是特别特别的温馨。这个季节啊，黄辣丁好了，我就不说了，要吃黄辣丁了。哎，我的鱼好了，黄辣丁特别适合吃火锅，吃这种串串啥的一个食材。 刺儿少，而且特别嫩，吃起来不麻烦。那啥东西都是好东西。老涛说给我说吃鱼特好啊，你看我又拿了盘鱼啊。
为啥说牛蛙好？为啥？牛蛙是动物中的运动健将。那这个运动健将，你来给咱弄，咱一个一个的。我给他下的运动健将。哇，你看这肉，这是肌肉，全是肌肉，基本没有脂肪。爪子，我去。全是肌肉，没有脂肪。那脚上都是肌肉。无能为力。能吃了，好了是吧？好了，我再吃。那我要吃个大的，这块说是不是太过于大了？嗯，牛蛙的肉那种，你真的就是在吃鸡肉，哇，特别弹。我看着胖，其实我身上也是有腱子肉。咱们串一下。多了，兴致上爆棚呀！嗯，爽，过瘾。